在推动独中的体育运动的发展方面，貔貅董联会体育局扮演着重要的推手角色，使得貔貅独中的体育发展更加健全。在年轻人当中培养运动的习惯是非常必要的。两大原则，那就是德智体行美，礼义廉耻都要做到。作为独中生，我们要突出我们独中生的优良形象，我们一定有负起我们教育理念的使命。当然我们并不忽略每位同学们在独中求学的前途，那就是学术的水平。如果没有是不懂的，就是说我不同的，就是我们必须贯彻刚才我讲的那两项原则，直到我们独中生跑到社会跑到世界都会获得人家的赞赏。希望我们的同学们都能够好好的接受这个教育。胰岛孙生于独中，领队彭国华先生，队长李嘉贤先生。领队王永平先生，队长谭伟康先生。三一，谢谢。Thank you.